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来自英国媒体《电讯报》的最新报道，热刺俱乐部希望与队内头号射手孙兴民完成续约，双方有望在近期完成新合同签署。该媒体表示，热刺正在与孙兴民进行续约谈判，双方均有意续约，并倾向于续约至2023年，届时孙兴民将年满31岁。孙兴民完成续约后，周薪也从14.5万英镑升至20万英镑。本赛季孙兴民发挥非常出色，可以说他现在就是穆里尼奥手下的热刺 C 罗。现年28岁的孙兴民本赛季一共为热刺出战了16场英超的比赛，全部首发，打入了12个进球、5点球，位列英超射手榜第二位，仅次于13球含5点球的萨拉赫，并有5次助攻，欧联杯出战5场，其中1次首发，奉献2球1助。上轮英超，热刺3-0大胜利兹联，孙兴民传射建功，并打入热刺生涯第100球。在本周中的联赛杯半决赛中，孙兴民又进球了，助热刺2-0击败布伦特福德，挺进联赛杯决赛。热刺将会与曼市德比的胜者争夺本赛季的联赛杯冠军。孙兴民的速度、射术、左右脚均衡的能力，已经让他成为亚洲球员中唯一的世界级球星，这与他的自律是分不开的。可以说，孙兴民是全亚洲球员的榜样，他的成功也告诉中国的年轻球员，留洋要趁早，要自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